如何使用 Kino 制作这种重点圈柱动画，三步教会你。第一步，插入一个圆形，适当进行变形。第二步，填充改为无，使用线条边框，并将线条类型改为手绘风格，修改颜色，加粗。第三步，给圆框添加画线动画，按需调整动画方向和持续时间，搞定。如果想让圆框更加自然，可以插入一条线段，然后增加控制点，调整线段外观，使首尾并不完全闭合，同样使用画线动画。下课。使用 Kino 制作视频的新课程已上架，欢迎新同学。